看好叫做白莲花，白莲啊，神嘛要来持戒呢，啊，世间的鬼神更加要来持戒呢。咱的爸母祖先还一直来持戒，完成这主，大家来皈依三宝啊，就法度离苦得乐。所以，那各位嘛，发菩提心安尼持戒，咱持戒不是为了自己的解脱，咱持戒是要承担众生苦，要成佛，以菩提心来得到菩萨戒、不管在戒的戒体。所以头一边呢，念完三皈依闻讯的时阵，也观想所有业障消除，因为你对三宝的信心加意志，三宝给咱加持，哇、哦，一业障拢流出去啊，所有坏的拢无去。第二边念完，哇，你的身躯变敢若玻璃安尼清净，天空中有迄个光明盖体。按照你的发心，你的发心是无量心的无量的盖体。啊，所以爱各位要发菩提心嘛，哦，咱的戒体伫咧头壳顶啊，光灿灿，比一摆日头骨较光照着咱啊。第三遍朋友紧，因为咱对三宝不退转的信心啊，所以个动机正确要来受八关斋，所以你就得到戒体就进入你的身躯，敢那手机啊充电啊，哇，充电啊，就法度发挥啊，啊，就法度产生功德啊。所以头一遍消业障。第二遍看到戒体加持，第三遍戒体进入咱甲众生的身躯，用得到戒体，得到戒体，咱的身躯上就敢那菩萨上同款啊，安尼庄严啊，来了解啊，所以啊，观想一切众生，用到底的持戒来。